红红呢是我们南加州著名的男高音，不管是美声唱法、气声唱法，以及通俗各方面，他都能够驾驭的非常的自然啊。那么彭彭呢，也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他的祖父开了一个阿妈相馆，那么在抗战的时候拍到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而且在30年代的老明星蝴蝶女士提的字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彭彭的母亲呢，他们也是家学渊源，他的舅爷各方面都是著名的歌唱家，所以彭彭的歌唱呢，我相信是得自他母亲那边的遗传。那么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欣赏到他精彩的演出。那么在演唱会上呢，彭彭将会精选10多首不同时期的金曲，以及他的2首原创歌曲，将会用美声、民族、通俗等方式为大家倾情演唱。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倾情助演的重量级的嘉宾，相信呢一定能让在座的各位享受精彩的视听演出的同时呢，还能享用到味蕾大开的龙虾红酒大餐，当然还有贵重的抽奖的奖品。总之，让您的家人朋友能够度过一个惊喜愉悦的难忘之夜。 OK， 那我们现在彭彭演唱会正式开始，我们掌声欢迎彭彭。非常感谢，我就用歌声带给大家，感谢大家，感恩演唱会。一首《等待》献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谢谢。我的生命还在等待，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是日记停止挥霍，过后是黯淡，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
一首等待献给大家。接下来呢，唱一首故乡的云，谢谢大家。招风，但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回来吧，那几天压抑又自由，回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谢谢。
谢，献给大家我的太阳。父亲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首父亲带给大家。
唱的父亲，我们掌声鼓励。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大屏幕上有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鹏鹏摄影呢是受家族的影响，他们四代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比如说飞虎队的抗日战争照片，还有遵义会议会址的首拍的照片，都是非常的有历史的纪念意义。尤其他的祖父跟他的祖父的弟弟啊，他们就带着摄影师，那在抗战的时候哪边危险往哪边去，然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啊，这个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战地记者永远都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是一个我们国粹的表演，下面呢我们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丹尼来为我们演唱的。那说到丹尼啊，那我相信这个田老师非常的熟哈。哎，是，因为我们平时都称呼他为丹帅。丹帅，帅气的帅。是，因为呢他以前是福建省京剧院著名的刀马武旦的演员。你等一下，他是什么演员？刀马武旦。有刀有马有武还有个旦。对，生旦净末丑的旦。哦，他那个武是舞蹈的武啊，还是武功的武？陈老师您这是考我呢，当然是武术的武啦，还可以武呢。因为我们这个丹尼，我跟你讲他特别的厉害，因为呢他曾经与著名的这个梅葆玖先生同台表演，他既能扮杨贵妃，又能反串杨宗保，还可以随时来段美猴王的戏。厉害了。对，所以呢他的文戏武戏都是行云流水，唱作俱佳。所以是刀马武旦是吧？是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看不见刀看不见马，舞也看不见，只剩个蛋，好吧？
啊，我们非常美丽的旦角儿 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洛城京剧名家丹帅张庆平，为我们带来两首非常经典的《霸王别姬》还有《梨花颂》。
年功。那说到唱歌呢，我们今天的主角呢，鹏鹏即将登场，我们真的要感谢鹏鹏的母亲给了鹏鹏这样的一副好嗓子。那我们也要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鹏鹏的世家，父亲那边全部都是摄影师、摄影大家，那母亲这边呢，全部都是歌唱家。比如说我们鹏鹏的小舅是歌唱家，大姨也是歌唱家，还有他的舅爷也是非常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那鹏鹏呢，接下来呢会为大家一连带来五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尤其是第一首《一直等着你的爱》，是鹏鹏呢在中华音乐网上创了500万听众的原创和原唱的歌曲。那接下来鹏鹏呢会把这首曲子献给大家，让我们有请鹏鹏，有请。好，一首原创歌曲带给大家，一直等着你的爱，谢谢。也许是你你我就会走失这人海，你不得我如此的无奈，只因为你的手放开就痛到现在，天空有雪飘下来，伤花顶风的美不需要谁但思念就变成你们的回忆
谢谢。
好，给大家演唱一首老歌，大家都会唱的《上海滩》插曲，让我们回忆那些青春岁月。
谢谢。好，这首歌献给我们在座的母亲们，也献给远在国内的我的母亲，带给大家一首母亲，带给大家，谢谢。
两首歌啊，《新不了情》跟《最炫民族风》都是在座的好朋友所点的歌曲，谢谢。《最炫民族风》，把你的双手借给我。是我的爱，跟玫瑰轻声叫嚣花儿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留下那外子却梦一片海，啦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是整片天。
你握拳，你要跟我抱吗？可以啊。你有来抱一个，深情难舍了，曾经拥有天高地广，一见你不一场，不要抢我风采，下去，这一份情。先生到现场来，另外还有我们盛凯博士的师长丁延玉先生，请到台上来。长官好。 Thank you so much. Good evening, everyone. 大家好，谢谢。Good to see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for this amazing event for the All American Chinese Association, a celebration of American California Day, Chinese California Day here in the great state of California.I want to bring warm greeting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on behalf of the 49th Assembly District and the San Gabriel Valley. Thank you to my good friend Edward Chai for the invitation. So good to see my good friend the Mayor of San Gabriel, Tony Dinger, just an event earlier, so that's why I apologize for being here for an event earlier. But so good to see so many friends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All-American Chinese Association 3rd anniversary. Let's give it up for them. Congratulations.
I'd like to present a certificate to the president. Come on up. To Edward and Putnam, thank you so much. Congratulations and the best wishes.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好的，媒体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那么真的是为了表扬我们蔡会长哈，那我作为圣殿的市议员，我们这个有一个市民的荣誉勋章给我们这个蔡会长，来，请蔡会长到台上来，这是圣盖博士市民的荣誉徽章。这个是什么？就是 City of Mission， 就上面就是我们市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那个教堂啊。这个圣盖庙的荣誉哈，我们圣盖庙你知道吗？是这个 mission 啊，是1771年就成立了，比美国国庆还久啊，所以历史很悠久的，现在251年。OK， 谢谢蔡会长。我们现在呢，我觉得好像大家对遗忘的歌是不是意犹未尽啊？是不是？朋友们还想听遗忘的歌的话，麻烦鼓掌。鼓掌。光听遗忘的歌，大家又觉得好像还不是最过瘾，我们是不是要请今天的主角鹏鹏二人合唱一首啊？好，我们掌声欢迎遗忘鹏鹏，有请。哎呦，是我呀！哎呀，大家喜欢你。我不是已经嗨完了吗？为了嗨完了还不够，意犹未尽啊！大家还想再嗨吗？嗨。吃饱了之后锻炼一下。是我们表演什么节目让你嗨？你选。哎，我跟以往啊，在那个音乐剧啊这地方舞台上经常表演，是但是唱歌我们还是第一次，从来没有。哎，就是很难得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哎，跟以往 那我们来唱一首好了。好啊好啊，大家我很期待。大家有没有想要听的歌？我觉得哈，我跟你就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哎呦，这有点打击人哈，这真打击人。会吗？真唱无奈结局啊？真唱啊，好不好？好。对嘛？你看他们都注定了，我俩就是无言的结局。好。好，我们就来唱一首无言的结局，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是我第一次跟鹏鹏同台演唱。也许会更想你，也许一般
谢谢何老师。好，还有一幅是送给我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Danny 老师。Danny 老师也是我的京剧的师父，谢谢，恭喜你们。另外一幅是要送给我们的艺人伊万，对。前台来一点，我们照一张相好吗？请我们的媒体朋友鹏鹏站中间，我们的主咖歌唱家。好，我们请各位稍留步，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孙小华老师，他带来了他的书法。大家知道孙老师刚刚出版发表了他的书画史50几米残卷，对不对？好像已经卖掉了，卖了好几百万是吧？谢谢孙老师，来，您今天带什么作品要送给谁？你自己讲一下，一分钟。这个作品刚才已经呈现了，刚才呈现那个，因为今天是
首先祝贺鹏鹏的个人演唱会，因为这个也是这个华人加州华人这个热的一个系列活动。那么我们和何老师这些艺术家也会陆续的参与这个书画活动。刚才我的作品已经呈现了，是给那个加州众议员钱立德那个议员的一幅字，刚才已经呈现了，据说是他倡议这个有个加州华人热，刚才已经呈现过了啊，不再再呈现了，谢谢您。你的后面再补吧，一定要补哈，我们三位的都要补啊。三位 lucky people， 好，我们要特别谢谢，我们称他为江南才子薛小华，他是茶道各种书法都是在我们本地鼎鼎有名的。我们下面请戴维老师。戴维老师他是刚才有讲是美国红楼梦研究院的创院院长，也是现任院长是吧？戴维老师你有一分钟请讲。学会是吧？我很高兴今天呢代表北美红学会参加这次别开生面的这个非常热烈活动。在这次机会我代表北美红学会送给鹏鹏老师一幅字画。好，请把字画展开展现给我们的观众和媒体朋友，谢谢。好，戴维老师你写的是什么请念一下。百变歌王，因为鹏鹏会唱，什么歌都会唱，英文歌也会唱，中文歌呢不用说了，呵呵，谢谢。好，我们媒体朋友抓拍一张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对吧？今天晚上我们确实太多的朋友来支持他，鹏鹏，我跟他我也姓鹏，我们是家门，所以我们都兄弟互相支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好吗？谢谢。好，请各位请就坐 ，Please be seated，OK、okay?。接下来，请大家把你们的 lock tickets 拿出来，我们接着抽二等奖，还有一个两个二等奖。二等奖是温泉度假村两晚住宿晚宴，由山西商会会长 CC 王立宏所提供。请王立宏会长上台。我们可以在度假村度哈利姆，两个晚上包吃，不是波湾麦，不是只是一晚上，是两晚上 ，OK。可以的 ，lucky number 出来。是哪一位 lucky 朋友啊？这个号码是837694，是哪一位？好遗憾啊，有没有啊？837694，有吗？现在？837694。是两个人两个晚上，不是一个人 for one night， OK， 所以请大家仔细看你的 ticket。 好，我数一二三，没有我们就重新抽好吗？ Maybe 他已经回家了是吧？好，一二三，好，我们请我们的王会长再重新抽一张。现在在抽的是837691。哦，我们这个广西会的会长姗姗来迟，他把票给撕了，是不是来诈骗的？好好验明正身一下。945，哦，是的，好，我们第二次验的那个就作废，我给杨会长。好，你把这个奖品给我们的广西会的会长。好，
所以您可以再带一个美女去两个晚上。他老婆在家里，对对，带个美女去，好吗？谢谢。好，谢谢王会长，请就坐。谢谢王会长，带美女去可以啊，不要带小三哈。我们下面三等奖呢是曹格的演唱会门票两张，8月20号的。是由中能控股董事长唐博所提供，请唐博董事长上台来抽一个 lucky number。 唐总在哪？ Where's 唐博？唐博在哪呢？因为曹格演唱会很多人都在问我要票。哦，您是唐博吗？好像不是，是吗？我以为是唐博的助理。好，年轻了。今天是我哥哥的演唱会，啊，鹏鹏，第一个鹏呢是因为各位宾客的到来呢，蓬荜生辉；第二个鹏呢是你听完了以后呢会怦然心动，啊，这是我哥哥的鹏鹏的名字的由来。祝各位宾客开心愉快，看看这份幸运属于谁呢？好，来，我们请韩国董事长抽一个 lucky number。这门票非常珍贵的，很多人都来问。在哪里可以买到？好的 ，winning number is 837-6919，837-6919，2张门票，豪哥的演唱会，不得了！哇，这美女抽了，好像你是文学社的会长是吧？好，高秀莲和前会长，来，您请上台。谢谢。感谢蔡会长今天组织的这么好的加州华人日的活动，感谢鹏鹏带来这么多美丽的歌曲，感谢李旺带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歌曲，谢谢大家。好，谢谢，非常感谢。好，韩国董事长请就坐，好吧？请下面的节目。好，我们节目继续进行，请大家不要走，最精彩的。我们还有最精彩的奖，价值1000元的日本的珍珠项链。哦，要走了吗？谁要走了？ Okay, 珍珠项链都不要了。好吧，好吧，那我们就抽了好了。好。下面是洛杉矶银泰珠宝，张贤，他是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好 ，Chris Zhang 张会长，请上台。我们非常感谢他上次在李刚演唱会也赠送了许多的大礼。我们今天抽的第一个奖是日本天然粉红色的珍珠项链，价值2000元。好，价值2000美金。好，请我们张会长介绍一下。我今天有请那个王力宏会长 ，CC。是我们银泰珠宝的形象大使来抽这个最大的这个奖，那么李刚秦歌王子来抽第二个奖。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提供的奖品，这一条呢是粉红色的珍珠，日本的晶莹剔透。这个呢，另外一条呢，这一条是价值2000元，抽不到可以来我店里买啊。好，大家喜欢的可以到店里去买，去店里是打折50%是吗？是没有。这一条呢是日本的阿库亚，阿库亚珍珠呢是没有大的。它都是这么小的，晶莹剔透。有句话说人老珠黄，这个话是不成立的，放100年也是晶莹剔透的，白白的。看看我们今天的幸运者是谁啊，这是日本的银泰阿库亚。那我们就先来和我们的王会长来抽一个 lucky number， 看看这是谁可以得到啊。好，请大家这是价值
揉一揉眼睛，戴上你的眼镜，把那个 number 看清楚了，好吗？8376942。8376942。有没有8376942？是价值3000元的一二三，没有出现。啊，来了吗？谁中了？来，快来，这3000、2000美金哎，对。今天我们蔡会长为在华人日和举办的这个鹏鹏演唱会啊，感谢这么多好朋友，我们的一些高朋满座，今天非常开心。感谢我们银泰珠宝的老板娘啊，我们的张贤女士捐赠了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掌声再鼓励一下，谢谢。下面我们请我们的情歌王子李刚刚哥抽最大的一个奖。阿珂呀，珍珠项链小值3000元。好，这个 lucky number 是837-7081，837-7081。8377081 They don't speak Chinese, OK？ 有没有中？8377-7081，哦，又来一位美女，哇，请到台上来列名正身。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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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跟老板照个相，跟过来。如果有喜欢珠宝的，可以去到我们张贤会长的银泰珠宝去挑选你们的心水之选啊！夫人，感恩大家，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我在圣盖博跟李刚一起来合作，准备搞一个鹏鹏元宵节的个人演唱会，但是因为疫情，所以说被取消了，所以今天如期举行，非常感恩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首 You Raise Me Up 献给你们，是因为你们鼓舞了我，谢谢。My soul so heav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hurting me, I am searing in the silence, and to your heart, I say.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up.
蔡会长、徐会长，还有我们的张杰会长。有请在座所有朋友们一起在上面唱响《蓝忘今宵》，还有我们的演职人员都上台，有请。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深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山在，人未老，人未老，青山在。